与妻诀别，这一题竟然有三个人错。我以为他是要有跟他妻子就是断绝。我要跟你离婚，跟你绝交。保育老拳这个字很有意思哎，就是我使劲打他，你知道吗？打到他饱为止啊。越打越饿啊。不跟饱饿没关，会痛会痛。笑论古人，一字千金；笑看今朝，斗智风云。就在每周六晚间九点，未来综合台。